大家好，我是歌手谭维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J Marco。大家好，我是胡夏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成元。大家好，我是歌手李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刘鑫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宗纬。好，我是主持人肖夏。我是小强。好，我是时装男士杂志的主编邵辉。大家好，我是歌手白若曦。我也是《凭什么我爱你》音乐剧最初的女主角。支持小柯，支持小柯，凭什么我爱你？小柯音乐剧，凭什么我爱你？也支持小柯，所以希望各位支持中国原创音乐剧，支持小柯音乐剧，支持中国原创音乐剧，支持小柯音乐剧，支持中国原创音乐剧，支持小柯音乐剧。大家关注小柯原创音乐剧，不要做谁的小丑，要做自己的王者。我们不做谁的小丑，要做自己的王者。不做谁的小丑，要做自己的王者。那与小柯共同支持，与小柯共同支持，拥有梦想的人们，是拥有梦想的人，大声说出凭什么我爱你，大声说出凭什么我爱你。小柯的音乐剧，凭什么我爱你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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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期待六月十六号。六月十六号。六月十六号。期待六月十六到六月二十八号。六月十六号到六月二十八号。六月十六日到六月二十八日。六月十六号到六月二十八号。六月十六至六月二十八日。六月十六日，先锋剧场。先锋剧场。在先锋剧场。先锋剧场。北京先锋剧场。北京先锋剧院。火爆上演。华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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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演。也会有我的参与。到时也有我的参与。我也会参与其中。华丽上演。这一次呢，有我的参与。希望大家能多多期待，咱们不见不散。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，到时候我们不见不散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柯，我的第一部音乐剧《凭什么我爱你》经过重新的整理和改编，将于今年的六月十六到六月二十八在北京的先锋剧场再次上演。虽然我现在的小柯剧场在一直在很热烈的演的我最新的三部音乐剧，但是《凭什么爱你》是我的人生中的第一部音乐剧，这次重新整理、重新改编、再次上演，希望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。同时，这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部音乐剧，毕竟是我的第一部，是我对它最初的感动和最初的认知。我们剧场见。